你的第一个诉求是？我希望我的另一半是一个多巴胺女孩。什么叫多巴胺女孩？就是平时会穿一些颜色比较鲜艳，然后清新的配色的衣服，就是这样的配色会给人带来愉快的感觉，就是同时它也代表一种乐观活泼的性格。我看到过这种图片，就是色彩极其明亮，大色块鲜艳的那种，像一堆糖果一样堆在一起。我认为的多巴胺色23、24加那边4号。嗯，对对对。喜欢穿这种色系衣服的女生有没有？14号。你好，男嘉宾，我有穿过一次多巴胺的那样系列的衣服，就是一个粉色的亮粉色那种吊带，然后搭了一个彩色的耳环，走在路上呢有一点点扎眼，他们盯着我说我就非常的不自然。男嘉宾，这是你喜欢的颜色吗？对，就是比这个可能要淡一点的。第二个，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总是让我猜他心里想什么。像我们交往久了的话，就是你喜欢吃什么，这些其实都可以猜到的。但是比如说你在特定的场合想吃什么，这个可能就很难猜到。这就是猜猜猜爱好者。来，15号发表一下获奖感言。我觉得如果我的另一半能够足够的关心我了解我的话，他应该会知道吧，应该不是猜吧。你比如一下让我们了解一下你。比如说我，你知道我最近一直很想吃辣的，你就应该直接去安排好了，而不是说哎呀问这个你也不要吃，问那个也不要吃，总是让我猜来猜去，就是把错误又归在我的身上。可能就是这辣的其实有很多东西，比如说你心里在想什么，想吃什么，你可以直接说出来就行了。2号，假如说你有一句话说的我不开心了，我就说不要跟你讲话了，那你能感受到我其实真的不想跟你讲话，还是其实我是想让你来哄我吗？这个其实如果相处久了，其实这个是可以察觉到的，就是你生气的时候。生气是很容易看到的，但是为什么生气？对，他接下来会说你到底因为什么生气，你告诉我嘛。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回应呢？你猜对吧？啊，有些时候你可能猜得不对，但是我希望就是对方不要就生气这种。这个诉求已经够卑微的了。对，这男孩头上的汗叫汗如，对，汗如雨下。我们猜一下，你为什么冒汗呢？他应该会知道吧，应该不是猜吧。真的不想跟你讲话，还是其实我是想让你来哄我？你猜。其实有一个流程上解决方案，就4-2-1法则，就是两个人先简单沟通一下要吃的方向，然后男生找4个候选，女生从里面挑2个，你最后敲1个。